败不完的10亿人民币，盘点西红柿首富中造富事件背后的真相。继我不是药神之后，西红柿首富接棒暑期大头把交易，开心麻花团队的口碑功不可没。表面上看，这就是一部暴发户花式炫富的喜剧片，但影片主角王多鱼沈腾氏的许多败家方式却值得我们深思。王多鱼西红柿首富讲述的是原本过着平凡生活的底层屌丝王多鱼，突然冒出了一个巨富的二大爷，说要把他毕生的遗产继承给王多鱼，条件是一个月之内在西红柿内合法的花光这笔钱，只能花在自己身上，不能超过市场最高价格，不能赠与，不能赌博，不能剩余任何资产。为了完成这个无脑挥霍的任务，王多鱼可谓是绞尽脑汁败家，想方设法的浪费，但谁曾想不仅钱没花光，反倒是越花越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王多鱼到底是怎么创造财富的吧。下竹造富事件一，王多鱼斥巨资投资了某精神病人的杰作路由器，全称是陆地游泳模拟器。据产品的发明者描述，该产品能让体验者自由的在任何地方进行游泳，还可以切换游泳场景，就是这么一个听上去很牛掰，看上去简直是清新脱俗的产品。谁曾想一经推广，畅销全国。造富事件二，王多鱼租了一家证券公司，买了一大堆夕阳产业的垃圾股票，没想到就因为拍得了和股神拉菲特共进午餐，使得股民纷纷跟风买进王多鱼持有的夕阳产业股票，结果垃圾股行情大涨，投资经理在最高点抛手，让他大赚了1亿。股神造富事件三，王多鱼手下的保安大哥突发奇想。保安大哥的项目是这样的，将南极的冰山用船托运移动到阿拉善地区，解决当地水资源匮乏的问题。这又是一个异常酷炫想法，最终冰山垮了，但是在冰山中发现了北极熊。最终这个项目的相关开支被某个乐公司全权承包，并斥巨资买下了北极熊的商标。造富事件四，好友庄强作为王多鱼公司的 CEO， 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童年好友大聪明。大聪明买下了一大批偏僻地区的烂尾楼，没想到这片地块当地政府再次规划建设重点学校，烂尾楼直接变成了学区房，转手一卖净赚10亿。大聪明绞尽脑汁败家，想方设法的浪费钱，反倒是越花越多。影片中王多鱼对这个现象有一个生动的比喻，他说我的钱就好像有繁殖能力一样，越花越多，越花越多。这其实反映出了一个事实，在你成功之前经验都是屁，当你成功之后屁都是经验。金钱本身就是成功的代表，拥有财富的加持，你的行为无论再愚蠢，别人都会认为你暗含深意，然后你的行为就真的变成了深谋远虑。财富你说是它就是，不是也是，你说不是它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真相。败不完的10亿人民币，盘点西红柿首富中造富事件背后的真相。